喜欢汤包，趁热吃。这不是我最喜欢的那家汤包吗？哦，微博上看到的。我的微博吗？老板，你怎么知道我的微博啊？嗯，而且我最近应该没有发，那个是很久以前发的了。 你帮我微博全看完了。这一条是你在上次发毒瘤老板狗带的3个月之前发的。老板，我随便发的，没别的意思。没关系，我觉得挺可爱的。是吗？啊。哦，那，所以我磕一些小众 CP 沉迷。 男明星的颜值什么的，都可以。当然，这是你的爱好，我尊重你。不过我觉得，论个人魅力来说，我不输你粉的任何一个男明星。你还知道粉的意思啊？我长手了，我可以上网搜啊。哎，但先说好，你不能来我。老板，你上网还学了挺多东西的。 吃点吧。不过这家店可是网红店，排队排很久的，离你别墅应该很远吧？你应该不会是一大早排队去买的吧？哦，看完你微博就到后半夜了，睡不着了。程瑶。嗯。